会产生一些慢性发炎，不见得过去是曾经有过类似疾病的人，这一些自体抗原暴露出来，引发我们的自体免疫攻击。10天到12个月之内产生新的一个慢性病，40%的风险到3倍的风险都有。最多，因为诺如病毒肠胃目前也没有疫苗可以打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每年都会得